今年是中安伙伴年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。中国愿以此为契机，同埃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，深化务实合作，密切人文交流，加强多边协作，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持续迈进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。